在很多学校里面呢，都会拍一些帅哥美女的阅历当杂志。但是你一定没有拍过。哎哎，话别说太早。我之前在文化大学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不要来读这个学校，然后就找你去拍。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有翻过别人拍的，我是真的我翻过啦。因为我觉得可以被找去的，要么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要不然就是他的外表特别的出众。这不是废话吗？不然呢？这两句有需要讲出来的话吗？我怕有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可以上阅历啊，一定是美跟帅啊，就这么简单啊。好嘛，那今天来到现场就是都有上过阅历的人嘛。对，我们也，但是我们今天有分两批，就是先欢迎我们的宋云桦、曾静桦、洪千佑。云桦有拍过阅历，对不对？对，大学的时候，福大的阅历嘛。对。然后他们同时三位也要来宣传他们的新剧，叫做是。对，不良执念清厨师。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感觉蛮想看的，而且预告很好笑。对，所以是喜剧片吗？好笑。对。在讲什么？它是一个少年奇幻成长影集，对，就是借由我这个角色。不要害怕，讲出来。借我这个角色胡一勇，然后他胡一勇对经历过一场意外之后，他所以你在那个戏里面是不是看得到鬼？对，怪物，我们讲就是怪物，比较像是怪物。我们讲的是怪物，因为它就是一种执念，从人心长出来的执念。洪千佑演的是我是演一个医学生，然后是他的死对头。因为我医学生会做一些那种解剖嘛，然后就刚好解剖大体老师背上一个东西。然后就跟着我回到他家，然后我们就是冤家路窄，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有很多奇怪、奇幻、好笑的事情。最后你们还在一起吗？在戏里？嘿，大家看了就知道，看了就知道。对，云桦同时跟两个帅哥一起演戏，有没有很开心？很开心，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女警，在戏中有跟他们两位谁谈恋爱吗？没有，但有吻戏啦，大家看了就知道。跟谁？跟谁？不能说。可是如果撇除那个戏里面的这件事情发生了，真实世界中你会比较想要跟那个千佑亲还是跟那个静桦亲？哇，这也太伤感情了吧，这样问。讲真的，讲真的。我嗨，你好。我现在是右边。哦，你现在是右边。那我可能会选他，因为我今天跟他说他右脸很帅。哎，你不是说左边？哦哦，好啦，都演员的沟通不要让我们尴尬好吗？你们不要讲一些只有你们自己听得懂的话，卡玛讲出来什么 ？S 姐，你有选谁呢？我，可能进化吧，因为我觉得千佑好清晰哦，很清新，画质很好，画质很好，是不是？解析度很高，是不是？清新呐，哦，清新，对，不像是可以，就是那种很清的感觉。净化好像比较可以有那个野兽在身体里的感觉。有好，你身体里面有野兽吗？有，什么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好，欢迎你们三位，希望讲一下他们，你们是4月15号，4月15号，然后每周六晚上8点，爱奇艺国际版全网独播 ，VIP 抢先看2集，还有在8大戏剧台每周六8点同步首播哦。好，希望很受欢迎。但是因为你刚才说到云桦有拍，其实有来到现场，就在这边。这个超级久的，是他们我的少女时代之后拍的，对不对？那时候剪短头发，而且这张很特别，是只有你不是这个科系的人，是不是？没有，我们这个是不同系的啊，全部都不同系的，所以就是找那个系里面最漂亮的女生来拍，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选的。但是因为他们这个是因为是整个辅大的，所以他们是不同科系的。然后当然，有一些系馆他们也会自己再出自己系上的阅历。哦，所以你当时是什么系啊？我是我的少女时代，因为那时候就剪了短发。你就是以我的少女时代去帮他们拍？应该是吧。你问的是他是什么科系，是不是？对，不是那部戏吧？所以你当时是什么系啊？我是我的少女时代，因为那时候就剪了短发。Run with you！ 谢谢你突破盲点嘞，而且你们还聊得很起劲哎！一定要这样子吗？我们主持人跟演员就不能好好沟通吗？我们都是人类嘛 ，Come on！ 我是辅大织品系哦，织品系的，对对对。所以
织品系应该女生很多吧？织品系女生很多，像我们90%都女生，然后其他又是一些姐妹的男生，所以真正的直男很少。对，所以美女应该很多。有，我们系好像就像王轩就是我同班同学，脚头。对对对，哎，韩竹，你是跟宋竹瑜同班吗？是我学弟啦，学弟。好好对，所以你拍你也拍阅历吗？但是我是出社会才拍的，我是连续三年元能会的代言的阅历。什么元能会？元能会就是政府的那个原子能辐射委员会。好特别。因为对，那也不能性感呢、啊。大家对于核能可能会感到害怕嘛，所以就要需要像我们这种又会又亲和又会放电的人，是不是？然后来代言这个。是不是宋楚瑜找你去拍的？拉近跟民众的距离，告诉大家，不可怕哦，台湾是能源是很无语的。这种阅历会好看吗？是这个吗？这一个比较小，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比较明显一点。另外一本，你真的超不是重点的。你甚至是发电厂，你甚至旁边的这两座塔还比你大哎。没有，但是重点是，你知道我们是用笑容、用甜美发电这样子。对，发电。那另外一个比较大，另外一本，另外一本。你就拿大本，那他一直在 cue 你大本那个。这个啊？哦，你是说人比较大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我是有大本呢。你们见了沟通、欸。先让我讲，因为为了要让这个安全的电落实在大家生活中嘛，所以他就一定要找各行各业的人，像是有什么主播啦、空姐啦、男模、作家、啦啦队女孩、青春洋溢的大学生，种种哦。嗯。那本来拍的第一年、第二年都有我之后啊，第三年的时候，这个元能会他们请的那个外包厂商换人了，换人就没找我。结果你知道，元能会居然检讨他们说，怎么可能会没有刘涵竹，所以第四年又再把我换回来。元能会有这么闲吗？开会，开会只为了说你们要找刘涵竹，不讲一些能源的事，讲没刘涵竹，现在能源危机好不好？污染。然后，到了第三次，这个厂商终于跟我比较熟了嘛，他们就跟我说，涵竹，其实我们12个人都找不太到什么人，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找一找？然后我就又发挥了我的人脉，最后12个月啊，有10个月都是我找的。涵竹人脉。对，所以那个可以知道卖的好不好吗？没有啊，就是开放。民众索取，但是我有签名的，真的比较多人索取哦。你不要再给我用那种迟疑的表情，我的眼神又怎么样吗？空洞，空洞，就是两个人那个发亮的眼神不同。OK， 可以跳过下一个人了，就这样。不是因为元能会的阅历好像没什么值得聊的。对啊，有人还是还在学校的时候吗？没有，没有，都是出社会。我在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阅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是，我阅历是什么？一年有365张要撕的吗？你会配在水果旁边？有可能。阅历就是会有什么芭乐莲姆？对啊。想过他跟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拍过阅历？我说那不都是拍那种苹果啦、草莓，不会有这种就是人在上面。人类没有人类啊。对啊。你是出社会才有拍那种男性杂志的。阅历，你这个是杂，你这个是杂志，不是阅历啦。没有，因为他到年底就会把我们封面变成一本阅历，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拿到那个阅历，所以我就只好买过。可彤，你自己说你这个胸部是不是修的？你知道吗？以前就是很流行贴 New Bra 挤出乳沟，对不对？然后因为他有 New Bra 贴着，因为太难修了，所以他就只好把我胸部修那么大，这造成我很大的困扰，你知道吗？因为你看他本人根本就没东西啊。对啊，我本人小巧可爱，你那个再怎么挤都不可能挤到这层。这是什么、啊？我跟你说，这张比较接近现可能。现在的就是正常的 size， 但是这比较久以前流行的，然后那个是那一阵子流行的。反正我之后很常去工作，然后很多跟我比较熟的同事就会跟我说：“哇，我们以前还没见到你本人，都以为你是长这样的。”就看我本人原来是就是很有正常人 size。对啊。哦，然后有一本我想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哪一本？哪一本？未拆封的吗？就是你看这本啊，是我在香港的那个经纪公司做的阅历，这是熊。戴琳，然后这个是 Angelababy。 你是在考验我们的摄影师还是考验我们的视力？可是你看得到，你告诉我这里是不是有 Angelababy， 是不是？这是不是他？这个其实很难看出来。有人没有老花眼的吗？这是 Angelababy 吗？对对对对。然后中间有一个熊戴琳，熊戴琳我看得见。然后这个是我。哇，这是我，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阅历是不是最红的12个人拍？这里面没有 Angelababy， 她只能拍在前面。什么意思？她只能在这边拍团体照。她怎么拍？这12月里面没有 Baby， 只有我。明明就有她。这不是 Baby 啊，这不是 Baby， Angelababy 啊。她一个 Angelababy， 她搞什么东西啊？干嘛、啊？
你会在干嘛？好屌啊！会不会是没有？好新哦！会不会是没有你啊？九月啦，好不好？九月可是你吗？是我以前就是长得很奇怪啊！你看，哎，还有一本，看看以前。你知道我今天多紧张吗？还染了新的发型，穿怎样都觉得不对，因为跟以前好像差太多了。没有，以前就是比较青春洋溢啊。嗯，好吧，我可以回去了。不好意思，有新的一段表演呢。太前面了，莫名其妙抹黑别人，然后一月就有。哎 ，Baby 有拍过吗？有。你是代表学校拍吗？不是，因为我是后来开那个猫咪旅馆嘛，所以就刚好我们经纪公司有跟动保处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拍了一个动保的阅历。这个是什么？这个它就是拍摄的当下，然后它就是好像跟猫咪打招呼啊，干嘛的？是你有需要拿出来吗？这个太小了，超不重要的。然后这个的话是布西蒂的公益，这什么时候出的？这个大概两个月前吧，所以是要义卖。我们就是卖出去之后，所有的那个费用都是拿去捐给。已经开始卖了吗？已经卖啊，然后卖不完，卖不完。所以现在要去哪里买？如果还想买的人，现在还剩几本？还剩几本？好像还有一半。你为什么那么任性呢？一次列印那么多本？因为就想说好像还应该卖得掉吧。哪来的自信？就是因为这样子啊。哦，你说这样哦。对，因为一开始其实那个摄影师他在拍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拜托你那一天一定要帮我出狠招。”哇！我就说：“可是我想要就是可爱日猫咪嘛。”然后他就说：“不，你就带瓶口来。”然后我就带了类似这样子。哦，吓我一跳！你干嘛？真心话还马上这样？对，谁会？谁会？哇！你以为他掏出什么东西？吓死人呢！转头转的有够大的，哇，有点不良执念哦。哦，我就这样子，然后他就我就说好，那我就穿个瓶口，然后配一个吊带，就比较。你怕真的把奶掏出来是不是？然后你又不能出来，哎，你看这个，然后你又不能这样对。我这个角度，我怕我会那个直接炸掉。哎呦，不要不要，没事啊，没事。Baby， 你又不要这样吓人好不好？不是，我想要不要再吵了啦。然后他就直接叫我直接摆得很性感，他说因为所有人的看起来都太像那个衣服的形路哦，对，然后他就叫我一定要这样穿，可是他就说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卖不好。没差了，反正也卖不好啊。还卖不好，所以都卖出去的那些钱，真的有捐到公益团体吗？我们捐到那个板桥的关爱之家，所以现在想买的人还可以去，可以对，因为是公益。私讯真灵，因为真灵有把全部剩下的自己买走了。哦，真的？对，他就自己买走，然后就是捐给关爱之家这样子。嗯，很好，这是一个公益那个阅历的故事。对，那若晴你是拍什么？因为我基本上是不用靠什么拍阅历，我就是其实基本上我就已经很红了。因为真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基本上听错吗？我是没有买过早餐的，就是因为我妈会帮我准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同学，男同学都会丢一堆早餐给我吃，因为他们就觉得我看起来很瘦，很像仙女，所以他们时不时就一直喂食。瘦跟仙女是两码子。有他们就是很怕我饿，就一直推荐。哎，我这个蛋饼很好吃，我这吐司很好吃。如果不吃，他们真的会难过。然后难过到就是他们还会写纸条跟我说，哎，你明天要吃什么？而且还有人传纸条说，哎，你的背影很美，就是让我没办法专心上课。种种就是。是不是你跟杨轩达在一起太久了？没有没有没有，你开始胡诌了。没有，我讲的是真的。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因为情书太多，塞到那个抽屉都爆掉，然后老师就说好，抽屉爆掉多什么爆？啪！因为我是炸裂啊！对，因为我是什么东西都会往那个抽屉塞的人。你这个故事什么时候会连接到阅历？基本上我没有拍阅历。各种这种照片，其实基本上我们以前拍了很多杂志，也是你可以把它放在杯子上，就是杯子阅历啊，觉得他来骗通告。我们今天有真正的啦，我们今天有真正的啦，来，因为这边呢，这边有你看有男男女女，他们是真的为学校而拍的。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没有固定的出场顺序，我们纯粹就是一想看哪一个，我们就先欢迎谁。十月那个男生，原来还有男生的耶，有男生呢。对啊，我以为就像消防员喜欢出那个阅历一样啊。哇，他们是所有的男生都裸上身，然后拍合体耶。那我们就欢迎这一位唯一的男生易晨。哦，不知道本人跟阅历有没有长一样？因为他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在学校当中。哦 ，Hello， 易晨。所以那个是你多久以前拍的？年初拍的。年初。对。所以是你现在是大几？大三。
什么学校的？师大体育系。哦，那你主修什么运动？目前是网球。所以叫你就是那个脱上衣拍照，你不会觉得尴尬？其实还好，因为我们体育系其实在宿舍都不太穿衣服。OK， 好，期待唯一的男生。好，好喽，那我们要来看奕晨的真面目喽。三二一，请拿。你好，可爱型的耶，可爱的，可爱型的。阳光，阳光。你好，奕晨。Hello。你喜欢宋云画吗？喜欢。你有 follow 他的什么作品？之前他拍那个，等一个咖，等一个人的咖啡，对对对哦，这么久，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疯狂爱上他，是不是？就是有稍微有看过这样子的，就有看过这部剧这样。嗯，那他现在有新剧，你要不要看？哎，对对对，可以看一下《不良执念清除师》。有，谢谢谢谢。什么有还没上？有还没上。会有预告啦。OK， 那要不要也顺便那个支持一下那个曾庆化还有彭千佑 ？OK， 那一定的，一定的。所以看到謝謝是不是看到男生就没什么感觉？不会，都就帅嘛，是吧？帅。看到帅哥会觉得说他比较帅还是我比较帅吗？当然，自己还是小，可能讲出来要对自己有自信，要对自己有。所以你还是觉得你是他们两个三个当中最帅的？就大家在伯仲之间，就是这样。伯仲。哇！哇！你们当初为什么会被选去可以拍这个月历？它是有什么 audition 吗？其实我们这个月历跟一般的可能外面在卖的月历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我们是体育系嘛，我们有各项运动专长。所以我们不只卖身材，我们也卖我们的专业。对，专业这样子。所以你有专业打网球的样子吗？有。请为我们示范一段，示范一段吗？你那个面具先，哎，你要让球拍，球拍，球拍吗？我可以跟你对打，我对空气很有研究。真的吗？好，你跟他对打，我跟你对打。那我发球喽。好。好激烈的比赛！哇！要叫出来吧，要叫出来！一个发球把他打败。哇！打败，你是你打败是不是？对，你被打败，他被打败。OK， 表现非常好。哇，好精彩的演出！对啊，原来网球是这样打的，都没看过。除了网球之外，你觉得你们体育系还有哪一类型的那个运动是帅哥出最多的？其实只要在运动的那个状态上的话，其实大家都蛮帅，就是投入比赛。曾庆化可能有一点赢你哦。因为你是不是以前是游泳队的？对对，高中。你说你在游泳前会有女生来跟你告白，是不是？就几只两三个而已。两三个同时？两三个很多哎。练习的时候，然后就是会，因为我那时候游泳池是有围墙围起来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几个头这样露出来。哇，对对对。哇，这是你高中吗？对啊，是我高中毕业。好可爱，好可爱。然后旁边是我老师，那是毕业证书。他的脸本来就糊糊的、喔，没有，我们想让他有一些过。所以你在打网球的时候会有头露出来吗？会。有人跟你告白到什么疯狂的程度吗？没有到疯狂，但是就是会有人默默关注。你是不是觉得说校内有很多女生在偷偷那个追踪你的行径？没有很多啊，就是可能少数一点点。有超越他的三个吗？可能差不多的，我不知道的。比不上，那你最后要不要露一下？搞不好就是可以再增加几个。那些状态不是很好，没关系，姐姐先帮你检查。真的吗？你先把外至少外套脱掉给我看一下。外套吗？这边是健康检查。哦，还不错啊，肩膀很宽。你是可以脱上衣的。好，脱。笑一个超尴尬。他在跟你求救哎，很紧张。帅的哦，帅的哦，真的不是。给你一个小剧情啊，给你一个小剧情。打完球，然后赢了，然后可以把身上湿淋淋的衣服脱掉了，然后丢到地上。好，预备 ，Action！ 赢了！你什么？你不要拍衣服真好不好？超窝囊的，之内都可以吃。好了，像好年轻的身体哦、喔。你是什么评语？快把它穿上。好，我帮你弄，我帮你弄。都害羞了。哎呀！啊，穿上去，穿上去。太妈妈了吧！哇，这一段好安静的穿衣服。他们一个人安静打网球。好，请坐。谢谢你，谢谢。
接下来就是你最期待的各种女生吗？哦，太好了，太好了。有一位真的很漂亮哎。让我猜，我们看有没有选一样的。逸轩。对。Yes。可是她照片上这么漂亮，我不知道她本人是不是也这么漂亮。对哦，会有点害怕哦。不然那个曾静华，你来挑一下好了。你觉得哪一个你想看？她好认真。应该还是她吧。不知道，凭感觉，我也形容不出来。OK， 好，就是单纯凭。那等下他出来之后，你要跟他演一段戏哦。哦，好，你先回去，我们欢迎他来。好，那我们就来欢迎下一位月历美女逸轩。他在变短头发。对。你好。你好。逸轩是辅大的吗？对。所以你现在还在读辅大？现在已经毕业了。哦，你之前读辅大是哪一个科系？大传系。那个月历。让我们觉得是非常漂亮的女生，现在还维持住吗？现在应该吧。你有在爱曾静华吗？爱曾静华。曾静华，这边。有有。讲真的，你有看她的戏吗？没有，没有。你那么讲。回去啊！有爱，但没有看。有需要这么客套吗？好，但是现在看她本人，是不是觉得很帅？对。他刚刚是主动选你要出来的，而且他说你是他心目中觉得就是他会喜欢的女生。真的吗？谢谢。所以如果面对你蛮公关的，你以前是公关对不对？我想要从事公关。真的假的？你很适合哎。对啊，你看，我讲话超中性的，讲话很客套。所以你现在有工作了吗？有，我现在在 Vogue 上班。所以等一下面具如果拿下来还是一样漂亮的话，你就要跟曾静华一起演一段爱情戏。我会很怯场，不用怯场。他是念大川，嗯，对，所以其实对拍摄好像会比较紧张一点。你是想要躲掉这个戏是不是？Excuse me， 你是躲掉的哦，因为等下千佑也是要也选人的哦。啊，真的？我忘了让你跟他演一段。那他刚刚已经打球了。对对对，他还有别的戏可以演。好了，逸轩，那我们要来看你的现在有没有维持住了哦。好，三二一，请拿。哦，很漂亮哎，超美的了。刚刚这很适合演爱情戏吧？要演什么戏？演要分手了。要分手了。可是你很舍不得，他要去别的地方念书。他说我们分手吧，然后你就说一定要吗？然后他就说真的没办法，远距离的恋爱撑不了多久。然后你就说最后一个拥抱，然后就把他拉过来抱住他。哇，好。然后转身之后，你就上你的重机，继续把车骑走。然后结果从后面抓着，这样一路跟着。哎，要有感情好不好？走心的哦，会哭的哦。你还记得台词吗？我也刚有在听。你那个干嘛？这是从 action 之后你就说，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因为我要去别的地方念书了，远距离的恋爱撑不了太久。然后他就说一定要吗？你就很舍不得。然后他就看着你，深深的对望，然后他就说：“那给我最后一个拥抱。”然后就把你这样拉过来，然后再对看，相亲下去，然后就慢慢，不用了，不用了，后面到这边，到这边，到这边，这样这样，借位，借位，你会借位吧？我会啊，会啊，会借位。三二一 ，Action！ 我得去念书了，我要分手。一定要吗？远距离恋爱太困难。走心，走心了，走心了。鸡皮疙瘩。我要哭吧。哇！走。哇！有什么韩剧的感觉？还没，太感人了。亲吻，亲吻，亲吻。哇！哇！好深情啊！好深情啊！走心哎！走心！怎么样？你什么感觉？我太认真了吧？有没有爱上他？有。真心的。又在公关嘴，公关嘴，又来想做公关。你有没有爱上他？有，我觉得他眼神很真诚。哎，刚刚我看到一个，因为可能拍不到，金花在抱住他的时候，逸轩原本还想笑，然后可是头一按下去，逸轩直接把眼睛闭起来。立刻
享受，是不是？有，身上香香的，身上还香。对，所以他们的新戏，你要不要支持一下？要，赶快帮我们讲一下什么戏？见怪不怪。可能是我们挡住了。奇怪，不会你就走了？再一次，奇怪，你还念？他是用单点念，而且还进怪，不怪？好丢脸！冷静！来，他们的剧是什么？来，不良执念清除是4月5号见不。明明是15号。等一下，太紧张了。4月15，见怪不怪。可以，去休息了，宇轩。来，千佑，你想看谁？我想这个运动的。你有在运动吗？平常？我其实也有在打网球。哦，真的？来，我打一下。谁要跟他对打？真，我跟你对打。我跟你对打。你发球。好，我发球。好。哈。你们自己做 ending 哦，自己做 ending 哦。啊，我输了。对，来，听姐讲，你们回去看播出的时候会很想死。哈哈哈哈，我在干嘛？我在干嘛？后置是救不了的。对，没有要救你们的意思。好，让你看一下你刚刚选的运动系列的，然后你现在想一想，你等一下要跟他演什么类型的那个爱情戏？好，那我们来欢迎佩珊。哇，真的好运动哦。Hello， 佩珊，你是师大的对不对？对，所以你是哪一个运动？我是主修田径400公尺跨栏。所以如果有人抢你的钱包，你应该可以追得回来吧？我觉得。基本上我是应该是可以追到，应该可以追得回来了。好，那看一下你可不可爱喽。好，佩珊，3、2、1，请拿。可爱，你好，很健康，健康美女哎。哇哦，可以示范一下跨栏吗？因为我们后置很厉害。对，哦，真的吗？要假装有一个栏，你就来两个栏好不好？跨两个栏哈。好，斜线那边走。预备，开始。有没有？自己会在，你还要？你比刚才好吗？更专业一点。好，来，因为刚才那真的很丢脸哎。我回去看播出应该。一样的位置哦。好。好。我要想一个来。Let's go。佩珊。只能一个。对，因为速度不够快。速度很快。对。刚刚这个就比较有跨栏的感觉。有。可是我们会用第一段。你拍完这个阅历之后，有得到什么好处或是关注吗？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校园里面都还好哎。可是被选到能够去拍阅历，是不是很光荣的事？对，因为我们师大以前都没有拍女生拍过阅历这些机会啊，是在我大二的时候，他们就是学长姐他们有想要试试看用女生来拍。以前都是找男生嘛，对，男运动员，帅的，对。然后这次才有，这几年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阅历。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如果是艺术型的男生，你喜欢吗？对啊，很会画画，比你白的。不行啊！我喜欢有运动的。他有，他有，他很会打那个网球哎。对啊，愿意跟他演一段爱情戏吗？可以啊。可是我还没想到，没关系，我们自己瞎编。你超爱他，就是千佑，我真的很爱你，请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然后他就一直说不要，你太黑了。然后就说好呀，你就说我就是运动型的女生啊。他说可是我喜欢文静型的女生啊。你说我愿意为了你美白。然后他你就感动到，然后就过来这样摸他的皮肤，然后说其实看久了。
黝黑的皮肤也蛮吸引人的。哇！就这样把他手举起来，然后就亲一下。哇，这个很有层次哦，这段戏。不能笑场哦。三二一 ，Action！ 陈友，我真的很爱你，你愿意跟我交往吗？不是佩珊，因为你太黑了。哇，不好意思。我太黑，那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运动女孩，我就是运动女孩，就是这就是我啊。可是我比较喜欢白一点的。我要怎么做你才会喜欢我？除了变白之外，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打美白针？那你可以去打美白针吗？好过分的男生，很诚恳的，很诚恳的说出很荒谬的话。美白针？偏没礼貌，来来来。但是我平常就还是会在运动啊，会再黑回来，还是会再黑回来的。那再多打一点美白针，难道这样不好吗？被他的诚恳打动，我这样运动，运动型的女生比较耐操啊，可以帮你搬啊，很会加台词嘛，这样不好吗？耐操，你赶快先要做 A， 你摸手臂了，可以吗？我稍微摸一下。好啊，可以检验一下。嗯，好像买东西在试用。漫画的。还漫画？看久了，看久了。其实看久了，黝黑的皮肤也是蛮美的。抱在一起，抱在一起。哇！哇！好用力。你有心动吗？有那个偷懒抱一下，也吓到你，心脏有就是跳两下，是不是？有，还心动的感觉。你是真的假的？你是不是没有跟那么帅的男生交往过？没有哎，都没有。所以你要开始变成他的粉丝吗？好，帮他们宣传一下他们的戏。来来，讲出他们的剧名。不良执念，清厨师。好，4月15日，见怪不怪。标准答案，谢谢佩珊，欢迎佩珊。那还有两位，让你挑好了。那我挑这一位好了 ，Kiwi。Kiwi， 为什么又想挑他？我觉得 Kiwi 这个眼睛圆圆的，应该是不会出差错到哪里。可是你刚才录影前不是说想约以轩去看电影吗？啊，以轩已经出来了啊。如果他约你去看电影，你会去吗？会。那真心话会跟他，你要跟谁去看电影？同时约你。这还需要考虑哦，这真的要考虑一下。这因为这本来就很两难，对，是脆的，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应该是不太脆。为什么？你喜欢没有激情是不是？喜欢幽默一点的男生。你怎么知道他不幽默？对啊，他刚才可以打那个空那个网球，打那个空气网球。对啊，感觉有点太帅了，是不是？对，有距离，太难接近。因为他就是偏丑，所以好像感觉。喂，你真的超会主持的。偏丑没有距离感，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丑男就是很好把女生，是不是？帅哥比较吃亏了，真的。讲什么？好，那我们就来先欢迎这位好了，在文化上面的这位，欢迎 Kiwi。怎么感觉很佛系啊？是宗教大学吗？好 ，Stop。Hello Kiwi， 请问你是什么学校的？福大广告毕业的。所以你当时被选中是因为你是福大的校花吗？没有校花，福大超多漂亮女生的。哦，福大的女生真的很漂亮。因为宋云桦也是福大的吗？对。所以你现在有男朋友吗？现在没有。哎呦，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暖男，长得像渣男，但是想要是暖男。长得像渣男，但其实是暖男。哦，那他应该现场可以选得出来。拍完那个阅历之后，有没有在学校变得很受欢迎？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时候跟宋云桦是同一本阅历。哦，对，所以大家都在关注宋云桦，对不对？新闻也都在报道他，所以你们只会很羡慕我跟他一起。你有没有觉得很气？就是我为什么要跟宋云桦一起？不会，我觉得很棒。所以那时候拍摄的时候，他有跟你们讲话吗？打招呼。假笑对不对？就只是说大家好，然后就立刻躲进化妆间，是不是？对，没什么机会聊到。但后来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他有讲话。哦，他约你们一起出去吃饭？没有，就是后来大家12个人有一起约出去吃饭过。哦，那还不错，很随和哎。
所以只吃了那一次。啊，对，是他请客吗？啊，不是，大家要勾大球。对，大家勾大球。他们就童年，干嘛耍酷？干嘛耍酷啊？他已经拍了我的少女时代了耶。好，那要看一下那个 Kibi 现在的样子喽。好 ，Kibi， 三二一，请拿。哦，还是很可爱。你还记得他吗？有，昨天还有联络，长得一样。昨天还有联络吗？对。你有宋云画的联络方式？那个时候大家都有，因为我们是一个群，然后也参加很多活动，所以大家都在里面都会有联络。所以你昨天跟他讲什么？我说好久不见，明天会遇到你，不要放我鸟，我很紧张。所以云画是不是都没什么改变？对，他也没什么变吧？他也没什么变。所以你刚才说你喜欢长得像渣男，但其实私底下是暖男的人。对，那你就是千叶还是那个曾静华？看哪个比较渣？应该静华比较渣吧？对，他好像比较渣。他也很渣哎。浓眉毛通常浓眉大眼会比较渣。海王。可是其实你是男暖男，对不对？云花有没有在拍戏的时候做过让你觉得还蛮感动的事情？有啊，他是一个很贴心的男生。讲一个例子，假如说裙子或是什么，然后他也就是可能会稍微有点曝光，他就会跟刚刚一样，其实他就会主动的避嫌，然后或者是他会拿一个帮你遮一下。而且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哦，他其实是幽默的人，宇轩，你可以考虑。他很会讲冷笑，他又帅又幽默，然后他只是幽默但长得丑，你要哪一个？再给你选。是也不至于要丑，幽默的帅哥跟丑的幽默者，越讲越烂。你妈会不会恨我？听听你到底在说什么？你会重选吗？你就说是啊，没关系，两个都要，两个都要。所以你是你就曾静华吗？嗯，对。好，如果现场选的话 ，OK， 谢谢 。好，接下来剩最后一位，最后一位，那我们就直接来欢迎他了，月历美女玛雅。再往前一点，好，好听，玛雅你好，你好，你是最后一个被选到的耶，会不会很伤心？很伤心哎。你本来以为自己是前面几个会被选到的吗？也还好啦，其实随意啦。刚那段是演的，是不是？小失落，还是有点小失落。小失落，所以面具拿下来会不会让大家说啊，早知道选他？我不会，也不会，他们都很漂亮。嗯啊，所以你是代表什么学校拍那个月历？我也是辅大，你也是辅大，什么系的？我是大传，大传系。对，那要准备看你的真面目喽。虽然你最后一个被选上，可是可能非常的非常的漂亮，也说不定。真的。我是说，说不定。玛雅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请拿。很漂亮，一般般啦。不会啊，可爱的，超可爱的，感觉很适合栽培成主播哎。他是有点主播脸，有那个感觉，就是那个眉宇之间。对对，所以你对主播这个行业会有兴趣吗？没有。你想要做什么？你直接回答太棒了。我喜欢做生意。哇，所以你想要自己创业是不是？我已经自己开公司了。真的？什么公司？贸易公司。贸易公司？啊？是你爸的公司，然后你？没有，我自己。你自己开一个贸易公司，贸易什么？韩国的彩妆保养品。生意好不好？再加油。是代理吗？还是？对，总代理。你公司有多少人？我啊，我自己。哎，你总代理，哎，你公司没有其他人？没有，就我自己，我自己去签，然后做什么事情。所以你的办公室就是你房间。OK。OK。那你刚才讲贸易公司，怎么大家都吓到了？想说是一栋楼啊？对对对。好，那很厉害。加油，很厉害。谢谢。谢谢。若琪，你刚刚看完这些，你有觉得说啊，你其实也可以去拍一下月历吗？对对，因为其实我也是师大的，但是因为我没有。你是师大的？对，但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拍月历，虽然我没有拍过月历，但是我很受欢迎。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可能身材比较纤细，所以男生就觉得我很适合被照顾。然后因为我现在不是。宣告我已经结婚嘛，就很多人就很伤心。但我老公就想说，他代替很多人就是照顾我，所以他每天都煮三餐给我吃。然后吃一次以后，发现其实我们的年龄，就是我超过30岁以后代谢变慢了。为什么看我？他没看韩竹，反而看你。对啊，对啊，就想说就是超过30岁就看我，对我代谢也很差。就是
代谢变慢，然后就开始就会觉得，哎，就是我老公以前也都叫我仙女，因为我都说我是仙女，所以我老公哎仙女仙女，然后美女看我，可恶，然后他现在开始不会叫我仙女，因为他都叫我小可爱。我想说为什么会叫我小可爱，就是说我可能开始有就是变很可爱，然后大腿有可爱，就是开始有点就是圆圆润润的感觉，就是对变得很可爱，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可爱的名词，我想要恢复像仙女的样子，因为之前我都会很常运动嘛，那有时候我就是我们工作结束会觉得哦今天就是好累，我不想要运动，然后但是因为明天可能又要持续工作，然后我又是那种会就是吃零食的人，就是我很喜欢吃高热量的食物，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阵子真的是一直被叫可爱，我说不要叫我可爱，然后我就想说我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我就是可以让我可以不要运动，可是不要运动可以恢复到就是好看的状态这样，所以我的法宝就是因为我的好朋友推荐我吃这个燃烧小蓝，就是烧卡 AB 定，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拍照的时候常常我们会穿衣服遮我们的手臂啊，然后遮我们大腿，但其实就是这个小可爱的地方很难遮出来。你好合哦，你整个人就这个，通常都穿很高腰，很高的裤子来可以遮，才可以手臂根本就是小孩手臂啊，坐着也没遮出来哎。有啦，就是这个地方，但是你好结实哦，你整个人只是皮，没有就是好紧实。好，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法宝，因为就是因为平常你一定吃很少，对不对？不对，我吃超多，因为我很喜欢吃零食。这个地方是我们觉得是最困扰的地方，很难减的点。所以我们平常回去工作，你觉得累的时候，晚就是可以先吃这个，然后再吃你的晚餐，你就会觉得哎，它可以在做你的体内。它像是那个 TRX， 你们知道吗？哦，知道，那超累的。你在吃饭同时，它就是会帮你做体内的 TRX。哦。对，所以就是平常如果我平常有运动的习惯，但是因为你在工作很累的时候，你就不想要运动嘛，你就回到家就想要很懒散。但是如果吃了这以后，我只要在家里做简单的运动，就是不用是那种多简单的运动，多简单运动就可能是举举手啊这种，对，简单的就是不用是那种很高强度的运动。他吃了之后你就觉得好像开启身体那种 turbo 的感觉，他只要做简单运动他就是疯狂爆汗，而且就是因为平常比如说大家说哎你要去运动就是没事膝盖不好你可以去快走，对，就是快走，他连快走都可以燃烧得很快。那我想问，就是这两盒是要一起搭配吗？对，它这是叫烧卡 AB 定，就是因为我中午会先吃燃烧小蓝，对，它会阻绝那些就是热量的吸收。然后晚餐之前，我就是因为有时候想要吃个大餐嘛，就晚餐会再加一个燃烧小橘，它是可以消灭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在意的，比如说这个啊，然后这个肚子啊，还有我们的腿部这边的容易囤积的地方，对，容易囤积地方就是你吃了这个，它会把你不好的东西消除掉。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热量是多少，但是因为我们真的会有口腹之欲，就是哦，我今天真的是压力很大，我想回去就吃这东西。吃了这个以后，你就可以放心吃你想要吃的东西，就在镜头上看起来就可以把它排出来，还是像排出来没有错。而且因为你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有就是。变嗯的问题，发现我的体态是有被调整的，就是你的那个嗯变得很顺，而且很漂亮，真的很厉害耶！它里面该不会有加什么奇怪的东西？完全没有，就里面它是纯天然植物，所以它没有重金属，也没有任何防腐剂，然后这些东西你们担心的都没有，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的。哦，对。然后因为这个，我会随时把它放在我包包，就是很方便携带，对，方便携带。所以你随时想吃的时候，比如中啊忘记了，就放包包里面，就你不会觉得它是占空间的。所以你放到包包里面，它是很容易带出门，提醒自己是要先吃这个，然后再进食。除此之外，如果你除了要仙女的体态，我可以教大家一些就是简单的动作。好，你现在要教我们？对，只要3分钟就可以了。好，你就可以搭配简单的运动。好，那你来，你来示范一下，示范一下，示范一下。大家看清楚，等一下，我会考大家哦。好，来体育系的，我跟你们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放到这边，我们要让我们的腰内肉减掉嘛，要收腰，把这个腰收起来嘛。所以我们会这样子，这样。这样是什么？这叫大摇大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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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口诀。哦，有些运动你会忘记自己要怎么做，性感一点的做运动。大摇大摆，大摇大摆，大摇大摆，大摇大摆。然后会考哦。然后第二个呢是这样，你看手举起来，对不对？很像是要跟人家说打排球。不对，打。很像是要跟人家做恭喜发财，对不对？你看这样举起来，然后侧边要这样砍下去，这样。恭喜发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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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学这个运动，除魔吧！我不想学这个运动。没有，这个是你要提醒自己，要洗脑，就自己跟自己讲说，要做这个运动会砍掉我们的腰内肉，这样。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好，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这样，脚站好，对不对？你的肩膀要跟着手去移动，左右逢源，左右逢源，左右逢源。因为我们都是好身材的人，会迎来很多人。成语好强哦！左右逢源，左右逢源，左右逢源。好，你大摇大摆，叫我一下。我突然被他凶到，哎，他是左右的，你大摇大摆，吓我一跳。每天做，跟你讲这个运动，每个动作做三十秒。所以干嘛？我现在大摇大摆，大摇大摆。啊！大摇大摆，大摇大摆，大摇大摆，大摇大摆。好，感觉是一个很厉害，那个很厉害啦，很蛮多人在用的运动啦，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今天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阅历的，不管帅哥美女都很开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过得还不错，很棒。然后呢，大家也不要忘记要看最新的戏是什么呢？《不良执念清除师》4月15日，见怪不怪。谢谢，谢谢。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